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小燕，又和大家见面了哈。我这回已经下班了，然后准备晚上自己做饭了。因为大家从昨天视频也能看到，我的那个工资也不高嘛，然后房租也高，有好多人都觉得，哎，太坑了，但没办法呀，现状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呢，得省钱呀。所以今天打算自己做饭，能省一点是一点嘛。也有那个粉丝朋友说不要吃太多，是的呀，所以我打算自己做饭了嘛。准备晚上给自己做一顿木耳炒鸡蛋，这个菜，外面看着今天有点冷，冰却感到很温。这木耳很脏的，要给它洗一下。花太没用。阳光热的有秘密，说笑话让我长出大喷嚏。轻轻的写文章，终于开出花消息。准备食材已经弄好喽，这些的话准备明天吃不完带到校区的。就是炒的比较多嘛，鸡蛋还是蛮多，好香啊。现在可以全盘了。看它味道行吗？不错。我后来多加了一点盐，现在咸淡适中。这么肯定是我，应该下去。还以为我这盘菜有什么呢，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，果然比外卖，就你吃外卖都吃得下去，还是自己做好吃。好了，我先吃了啊，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边吧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